老板，半路杀出个摩托车。我的鸡蛋，小伙子，没事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这鸡蛋都碎了一地，能没事吗？你需要什么赔偿？看他开的这车，早都身价上亿，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多要点。怎么着都得要1000吧？不是，你这点破鸡蛋要1000？哎。你看我家鸡蛋又大又多，要不喂？好嘞，好嘞。徐木木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经理，我昨天4点才做完给您的策划案，所以别找借口了。顾总现在已经从英国回来了，全体成员立刻到门口迎接。欢迎顾总回国。喂，老板，中国总公司快被那群老外瓜分了，您快来，我们这边实在扛不住了。不骂人了。默默，等我从英国回来，定会好好补偿你。韩婷，韩婷，默默，我终于娶到你。那你会爱我一辈子吗？一辈子的，我要生世都爱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是平安玉坠，我希望我的老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家。儿子，你回国后赶紧给他找这人离婚，他在外面找男人了。我不相信你会背叛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我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顾总在英国待了18年，居然回来了。这顾总怎么看着好眼熟？嗯，别的不说，顾总已经40岁了，依然还是那么帅啊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去工作。徐木木，至于你，我限你10分钟内赶紧把海外策划案发给我。不然我就把你开除。好。陈经理，我让你介绍一下你写的海外策划方案，你跟我这儿不吭声。方案是我的方案是根据。这方案是你自己写的，你现在介绍不出来，你是吃什么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经理，滚呐！海外那块地的策划方案，您不是？拿过来我看看。陈经理，这就是你平时的工作，是不是？你所有的方案都是骗写的？顾总，这件事情其实没必要闹的。谁叫你进来的？是王副总。刘特助，副总，我在。把跟王副总有关的所有人全部开除，包括王副总。顾总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顾总。顾总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处理事情杀伐果断。从明天开始，
你当我的贴身秘书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比你年龄比较大。啊？什么？我的老婆，这不会误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顾总一定很爱您的老婆吧？您的老婆肯定很幸福。这个啊，不猜错了。这些年因为我忙于海外，不说。顾总。 如果夫人知道您不是故意的，一定会原谅您的。我看你年龄和我老婆差不多，你知道送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她原谅我吗？嗯，那顾总，您知不知道我们女人最喜欢什么呢？<笑>我们女人啊，最喜欢像化妆品、裙子、包包，还有珠宝那些。如果你把这些都买给她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 我马上就去安排给他买最贵、最好的。如果真的用不上的话，你的工资翻倍。翻倍？我的工资现在4000，翻倍的话岂不是8000啊？谢谢顾总。我的老婆现在就住在这种地方吗？对，这就是夫人现在住的地方。把东西给我吧。哎，好。你就不要上嘴了。 太好了，妈妈终于走了。这大叔的钱还真是好坑啊，真是人傻钱多啊。 那人这么快就来了？你好。完了完了，知道我坑他了，想跟我一整扇门来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妈知道了肯定要揍我。算了，豁出去了，先把赶走再说。大叔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怎么住在这儿？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 我就一高中生，大叔，您说呢？我离开18年，他恰好是高中，他不会就是我的孩子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我叫，哎，爸，爸，您可来了，快叫您宝贝儿子啊！什么？他是你爸爸？那当然，而且我警告你，我爸可是武功盖世，练过。你再练我，爸爸，你爸爸分明就是你放开我儿子。 爸，我做了老妈请客辣椒炒肉，咱们进去吃吧。好啊，我今天就藏儿子做的花椒炒肉。吓死我了，终于走了。哎，刚才就陪你演戏，怎么样？得给我加300。啥？你比我还坑啊，大叔！他们做生意讲的是良心。讲良心是吧？ 开家长会，你请假爸爸，这是违背道德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300就300。哎，提醒你一下，你还答应我那个辣椒炒肉啊？300就300。钱也拿我，你明天别忘了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妈也怀了，你快走吧。原来我还是那个白痴啊。 还以为你会一直等我，看来一切都是我想多了。确认，我们是可以离婚了。是礼品，看上去好眼熟，好像是。干什么？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。 可是干什么？我们昨天吵架，他欺负过才丢在这里的。这是随便一件口都是名牌，我会让你捡漏吗？我。喂，徐助理，地址我发你了，现在快去用昨天写的策划案拿下这位顾客的订单。记住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嗯，好。
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哟，木木，已经五年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是王哥，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木木，你看看。王总，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。请。请。五年前我追求，不停的拒绝我，没想到你在，你还是那副样子。好啊，今天老子办了你！签合同是吧？啊，老规矩，把这些酒啊都给喝完了，这合同啊，我肯定签。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酒？那谈什么生意啊？来呀、啊！送客，好，我喝，这就对了，来吧。还有一杯。木木现在好酒量啊！我操，今晚喝多了，这合同可以签了。别着急，后面还有更好玩的呢。我操，你干什么？木木。五年前我就喜欢你，可你一直拒绝。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？王总，我已经结婚了。结婚？那又怎么样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没有我得不到的女人。木木，走。王总，你放开我。嗯，客气，柯大对的好，你怎么娶住你吗？你放开我，你不要这样。不要烦死。不好，这件事情你得马上告诉顾总。你真是好样的，一个个的都不接电话。嗯，你多老不一样。有特助，副总，我在。许木木家在哪里？好像跟总裁夫人的地址一样。那许木木现在人在哪？喂，刘特助，不好了，我刚才看见王总拉着许秘书去酒店了。怎么回事？许助理。喂，喂，刘特助，你还在听吗？我先把地址发给你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把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喜欢了这么多年，今天在这儿碰，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，对不对？走，跟哥走，哎呀，一定会对你好的。
等会儿上车吧，哎，等会儿上车吧，哎，跟我，跟我，哪个不开眼的，敢打扰我？今天你带不走他，呦呦呦，这不是富氏集团的顾总吗？我劝你呀，别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儿，破坏老子的好事儿。车轮集团王志飞是吧？ 旗下三家上市公司，哼，既然你知道是我，还不赶紧滚蛋！我给你3秒钟时间消失，否则……否则怎么样？让我身败名裂吗？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笑话。如果你能让我车轮集团垮台，我跪地上磕头，滚你就爷爷！刘特助，我要马上看到车轮集团破产倒闭。就你！ 打个电话让我破产，你可真有意思！我跟你说，在我面前嚣张，我死了！喂，王总，不好了，现在股份有限公司不知道什么原因取消我们之间的合作，王总，你快想想办法。 喂，你个废物，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现在所有股东都疯狂抛售我们集团的股票，我们的股票已经下跌超过80%，不好，银行突然上了要求流程偿还债务，我们集团要倾家荡产了。顾总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得罪你爷爷，求你饶了我吧，爷爷，求求你饶过我们车轮集团吧，我们。 我给你磕头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顾总，顾总，我错了，我给过你几次，不珍惜啊！哎呀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顾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留我一条活路吧，顾总，顾总。 顾总，顾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要娶别的女人？你这个渣男！渣男！娶别的女人？那真的是我娶的。你跟我老婆只是同名同姓而已。阿丢，拜托了，不要走。什么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什么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阿丢。 留下来，拜拜我。唉，人果然是老了，这几个字都能听错了。况且他都有家室，这一切原来都是同名同姓惹的祸。我这个假老母怎么还没回来？难不成是出什么危险了？ 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都12点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徐曼婷，这个是套房的名字吗？ 老妈平常都不喜欢打字，这次却给我发短信，看样子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别人发的。哎呀，老妈呀，老妈，你终于开窍了！明天我一定要找个机会看看。
我未来的我是什么样子？哎，算了，睡觉去。你醒了。 我怎么在这儿？昨晚你喝多了，我把你送过来的。来，先喝点粥。韩晴以前熬粥的时候也会放玫瑰。怎么，不合胃口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就连粥的味道也像我老公做的。以前我老婆也喜欢我熬的这个玫瑰粥。 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的厨艺是肯定退步了。没有，顾总熬的粥特别好喝，我也很喜欢。对了，顾总，我想问您一件事儿，您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……对不起，我先接个电话。 喂，徐盼婷妈妈，麻烦您稍后到学校来一趟。是不是我儿子在学校闯祸了？你最好来学校一趟，就全部都知道了。好。如果许秘书是我的老婆就好了，我绝不会让她这么辛苦一个人带孩子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儿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对了，顾总，您上次说您跟夫人的事儿怎么样了？ 他给孩子找了个新爸爸，我打算跟他离婚。新爸爸？这会不会是误会呀？万一他们觉得你是坏人，也是说不定了。你看看，我这鸡蛋都碎了一地，门没事吗？好。你看看，我这鸡蛋碎了一地，门没事吗？说的话，我之前确实跟他有一些误会，可现在。 许秘书，嗯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不如送他喜欢的东西。喜欢的东西，好，这事如果办成了，我给你涨工资。谢谢顾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如果我的老公能有顾总一半的年纪就好。就是找了个假爸爸，这怎么就被发现了？钱不就白花了？婷婷。 妈，怎么了？老师为什么打电话让我过来一趟啊？你不会动手打别人吧？妈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只是。徐盼婷妈妈，您来了，来这边请。顾总，您儿子就在这所学校上学，我已经联系好他的班主任了。也不知道这杜卡迪的摩托车他喜不喜欢呢。 这些年真是苦了他们了。我觉得夫人和少爷肯定会理解您的，但愿。顾总，这边。嗯，许秘书。怎么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我？顾总，你眼花了吧？这里哪有许秘书？难道真是我眼花了？ 天哪，这是谁的爸爸？好帅！何止是帅啊！你们快看他手上拿那个布卡迪的钥匙，价值100多万啊！100万，钥匙是我爸爸就好了。快走，吃饭时间到了。顾总，看来您挑选的礼物好啊，少爷肯定会喜欢的。木木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你啊！ 小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些年你还过得好吗？我呀，既然你们都认识，那我就直接说了。徐盼婷在家长会上给你找了个丈夫，给她找了个假爸爸。班主任说的是真的吗？没有。徐盼婷同学，我和你妈妈是好闺蜜，所以千万不要对班主任撒谎哦，不然会面临退学的。 还有啊，这里不是乡下，不是你为所欲为、想撒谎就撒谎的地方。这会儿坦诚地跟你班主任说，说你没有爸爸。你才没有爸爸。怎么？
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妈妈当时结婚第一天就被丈夫抛弃，后面更是被夫家赶出家门，全村都知道的呀。许盼婷的家境原来是这个样子，难怪她性格孤僻，和我们玩不到一块儿去，真可怜。都说了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依我看啊，他妈肯定占了人，所以新婚第一天啊，老公就跑。我不允许你这么羞辱我妈！停下！停下！还不能，还不能说！就是，难怪你不合群，原来你没有爸爸，你是和秦生家的私生子，小三呐、啊！你才没爸爸！我有爸爸，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没想到在儿子眼中，我一直是个好爸爸。他昨天晚上才回来，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。真是可笑，我竟然傻傻的还会相信他。顾总，来进去吧。你替我是爸爸，告诉他和妈妈，明天来兰园五星餐厅附上诊所，等待你。哎，顾总，顾总，默默，你看你儿子啊，刚才撒谎顶撞老师，现在叫殴打同学了。沾沾同学侮辱我儿子的手，你怎么不制止？那也不能殴打同学啊。许盼婷，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跟同学赔礼道歉。我没错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打。你再追踪打一次。许默默，这就是你的儿子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果然没有爸的孩子就是一点教养也没有。张小玉，你够了，左一个没教养，右一个没爸，我看你算是没爸没教养的野种。你好了好了，大家都不要吵了，这件事双方都有错。张老师，默默啊，对不起，刚刚我一时冲动了，说错了话，还望你不要见怪啊。许盼婷妈妈，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，你知道为什么许盼婷要花钱护一个假爸爸？那是因为他太缺父爱了，看别的孩子都有爸爸，就他没有，难免啊孩子内心会有些自卑。依我看，木木，你应该给孩子找个爸爸。不。顾总跑得也太快了，追都追不上。这不是少爷，少爷怎么坐这儿了？你们怎么阴魂不散？就为了1000块钱？还是说你们他们一样来嘲笑我没有爸爸？没有爸爸？怎么可能？你跟顾总长得太像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有个叔叔想见你妈妈，留有时间呗。你的意思是那个有钱的大叔看上我妈妈？嗯，算是吧。对了，别忘告诉你妈妈，明天兰园五星餐厅时间8点，别忘了。是刘特助。妈，妈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让你丢脸了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也很想爸爸，妈妈都懂的。那要不我给我自己找个爸爸吧？什么？啊，你没听错。可是这也需要缘分吧？其实缘分已经到了，明天有一位很有钱的叔叔约你明天去兰园五星餐厅吃饭，这可是一个好机会。有钱的叔叔？对啊，而且刚好明天周末，我双手双脚赞成给我找个爸爸。而且妈妈，你也不希望他们说我是野种，是吧？走吧。小刘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很可笑？顾总，其实要我说的话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误会？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和我妈说的都一样。顾总，先消气。
说不定这又是一场误会。你看那孩子，多像你，哪像是别人的？的确，刚见到这个孩子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到我面前来亲口跟我解释清楚。绿果就算了，还迟到半个小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必须给我点一杯奶茶，再加一个甜点，我才能原谅你。行。妈，怎么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以为这么就完了？你让我多等了三分钟，点点吃的就行了。来，坐我腿上。过来啊，大妹子。虽然你长得一言难尽，配不上我，可我希望咱们天理正。对了，你还能生吗？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大哥，我不要求你有车，我要求你有房，还有，我都快奔五十了。也就是说，不能生呗，不能生还出来相亲，浪费老子时间。没事，我要冷静，我要给婷婷找到父爱。冷静，冷静。美女，你长得可真好看啊！你长得也挺有特色。嗯。你到底有没有告诉他时间？我说了，我说他到现在还没来，要不再等等吧？会等一会儿就有机会了。要等你等，我不等了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许秘书也在这相亲，不这男的长得有点辣眼睛吗？今天既然咱们真的一拍即合，不如让我摸摸你的手。嘿嘿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摸过女人呢，今天就让你占个便宜。摸，你倒是摸啊！你谁呀、啊？你说我是谁呀、啊？如果我未来的另一半是顾总就好。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命。你他妈有老公还出来相亲了？赶快滚！顾总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是来这儿等一个永远也等不到的人。我们家顾总相亲要放鸽子了。这么巧？哎，许秘书，你不是结过婚的吗？也来这儿干什么呢？我老公出国十几年都没有回来，结果我等来了他出轨的消息。老公出国，你老公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顾总，既然你们两个都感情受挫了，不如你们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这也没你的事，滚。话说回来，顾总，刚刚很感谢你给我解围。你就是这么感谢我了？那您的意思？明天有个拍卖会，我需要你陪我一起出席。你确定？是我。对，明天早上八点我会派人来接你，到时候记得打扮漂亮点。徐木，可是我本来还想给你一个机会，可惜你没出现，明天拍卖会上的惊喜也轮不到你。果然被老公说中了，徐木木到现在都不知道顾寒婷是他的老公。妈的，顾寒婷害死老子倾家荡产，让我成了顾家老手，人人喊打的地。看着吧，我跟他永远过不去。叫什么叫？对不起，老公，对不起，我是故意的，我不会发出声音的。顾寒婷，我闺蜜认识顾寒婷。你闺蜜？你哪闺蜜？许木木，许木木，她老公就是顾寒婷。你骗老子是吧？顾寒婷是许木木老公，那她怎么可能在顾氏集团上班？我没有骗你啊，老公，我没有。我跟许木木闺蜜多年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她守了十几年活寡，她老公就是顾寒婷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说明他们两个没相认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得认证一下。老婆，我交代给你个任务。嗯，你给我紧盯着许木木，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记着跟我汇报。好。
果然如你所说，他们俩好像都不知道对方。那一切都好办了，老婆，你想不想当豪门太太？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假扮许木木身份，成为古汉庭老婆，替我夺权。什么？我怎么可以呢？老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许潘庭是他儿子。今天顾总还……放心，我会帮你铲除一切障碍。妈，你怎么穿这么漂亮？是有约会吗？别胡说，是妈妈的老板让我陪她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妈说什么都支持。妈妈，这些年您辛苦了。看来呀，我家婷婷是真的长大了。好了，妈要走了，你在家乖乖的啊。妈妈，上一次你在感情中受到了伤，这一次让儿子好好给你参谋参谋吧。啊，他怎么会上刘特助的车？哎，刚还看见来着。刘特助，怎么了？刚看见顾总儿子了。顾总儿子？可能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吧，眼花了。嗯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站住！干什么？没事儿，你先接电话吧，我可以自己先进去。好，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吧。顾总说了，交个话。哎，顾老夫人，你还知道我这个人啊？顾总回国，你居然都不打电话通知我，现在快点去找顾总，让他来见我。是是，顾老夫人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，就是这个狐狸精，靠勾搭咱们顾总上位，还抢了我当时的工作呢。经理，你怎么能说人家没有实力呢？他床上功夫不是很好吗？看着这么老，人看着也不老实，指不定之前做什么的哦。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不知道是谁，整天在公司打扮的妖里妖气的，勾搭王副总。怎么，被顾总发现了，开除了？现在不服气，出来说别人了？我敢承认我做过的事，但你敢？大家听我说，我们顾总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就是因为他害得我们顾总家庭破碎，他就是个狐狸精。而今天总裁夫人也下达了命令，说要把他赶出台卖会。总裁夫人？没错，顾总夫人还跟我说了，都是你这种女人不守妇道，害得他的儿子没有了完美的童年。颠倒黑白，你刚才说是我破坏了顾总和顾总夫人之间的感情，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从顾总车上下来，这算不算证据？你靠下三滥的手段把我赶出公司，怕我乱说，这算不算证据？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你就别再装了。我最讨厌你这种朝三暮四的贱人，现在滚出去！对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出去吧你！爸，出去吧。妈，你爷爷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回国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这个老太婆，而是先去找那个贱女人。儿啊，妈不想看着你，
为了一个扫把星，一步步堕落自己。明天家族宴会上，我希望你跟他离婚，然后重新再娶一个。好，我会跟他离婚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会跟他离婚的。妈，你说的对，这样的女人不能要。我儿想清楚了就好，我儿想通了就好。我儿子那么优秀，改天妈妈再给你介绍一个。你看，不用不用，妈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体贴的女人。妈，你见了之后啊，一定会喜欢她的。真的，那明天家族宴会上，你一定要邀请她，让妈妈好好看看我的儿媳妇。对，一定的。妈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徐木木，说起来你还有个儿子吧？你儿子知道你做这些下贱的事儿吗？不是我们说你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你都为你儿子着想一下吧。俗话说呀，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你儿子该不会也是下贱之人吧？你陈经理，我许木木这些年在公司所作所为，你应该知道是谁下贱，谁不知廉耻，你应该心知肚明。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不许侮辱我儿子。难道陈经理说错了吗？你勾引顾总，害人家妻离子散，怎么你那儿子也是？徐默默，你进来。你们还有谁敢说我儿子？给我站出来！你们还有谁敢说我儿子？给我站出来！这个女人还真跟其他人不一样。顾总，这女人好疯狂，现在进不进？我的儿子是我的命，是我的底线。若是你们敢触碰我的底线，我许木木就算拼尽全力，也要跟你们拼命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怕他干嘛？就是。对啊，就他一个人，大家把这贱女人赶出去。我们进。好，刚才我在外面听到说你们要把我的秘书轰出去，来告诉我是谁的主意。都不说话是吧？有他说今天这里的人全部都不懂，是他惹的事。对，就是这个陈经理一直在骂许木木是狐狸精，说他勾引您，害得您妻离子散，我们大家可没有参与。对，顾总，这是场误会。我记得我已经把你开除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不用解释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刘大叔，通知集团旗下所有商户封杀这个女人。是，要是做不到的，那就是跟我作对，其他工资降两级。顾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顾总，龙国一半的企业都是您的旗下，您这样做是要我的命啊。顾总大姐，你有点格局小，别说是龙国了，这英国的资产也是顾总的。邓总，顾总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谢谢。好吧，今天我们的拍卖会现在开始。欢迎大家来到顾氏集团一年一度的拍卖会。不过今年的拍卖会会和往年不一样，因为我打算把紫金凤冠作为礼物送给一个特别的人。什么？紫金凤冠？是那个英国举世无双、价值连城的紫金凤冠吗？据传国内好人富豪都对他垂涎欲滴。我好羡慕啊。顾总，您的头冠已摆一架拍下，需要帮您掀开看看吗？行。好的，顾总。哇，不愧是帝皇紫金凤冠，散发出的光芒如此脱凡不俗，与众不同，真的好羡慕。
不知道今天顾总会把这紫金凤冠送给谁呢？应该是未来顾夫人吧。这个礼物我准备送给顾总。别来无恙啊，你把我的人生彻底毁了，我说过不会放过你。现在你老婆在我手上，你要是想救她，那就来焦尾的小厂区，记得要一个人来，别让我等太久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对你老婆怎么样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秋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顾总，可算把你给盼来了。你的老婆许木木，你可还认识？她真是我老婆吗？为什么感觉这么陌生？哎，算了，先救回来再说吧。放了他。我就当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放你一马。放了？你们害得我身败名裂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放过我？现在我不好过，你们都别想好过。我还告诉你，今天你来只有两个选择：要让我打断你的腿，放；要么让他死。讨厌，你老公怎么到了？他爹，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快走啊！你不能见到你就已经很知足了。真想稳啦！好，保重。告诉这家伙慢跑出来。他们真的是梦。停！许梦这个名字有很多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我老婆？韩婷，你难道忘了吗？大婚之前，我送了你一个平安坠。你真的是木木？可是后来谁又想到，你第二天就去了英国，这一去就是18年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证据吗？有的，有的。老板，这个你可以搞定吗？可以，来吧。许木木，红龙阔太太应该轮到我坐一坐。你真的是木？你真的是木木？你真的是木木？是我，是我啊，韩婷，我好想你。我的傻儿子，你还在想着这女人啊？你心心念念的老婆都跟别的男人跑了。想我？你都跟别的男人出轨了，这就叫想我吧？明天去民政局离婚吧。出轨，韩婷。你就是这样想我的，从始至终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啊，韩婷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等你回国，这一等，就是10多年呢。真奇怪，我以前看到木木掉一滴眼泪，我就心动的要死。为什么眼前这个女人，我毫无感觉？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别哭了。韩婷，木木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明明可以抓住他。我看到你没事，就放心了。木木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，我想回家。好，我回家。妈，这顾汉庭下手也太他妈狠了吧！还好老子命大，跑出来。老婆，路子我已经给你铺好了，
接下来怎么走？就看你的了。那你别让我失望了。我的心会突然很痛。刚才你们听见了吧？我们顾总好像接了一个关于顾总夫人的电话。那肯定，我们顾总跟顾夫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不像某人只会勾引男人、碰人家家庭，还会什么？您了解少说两句吧。 许一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谁让你进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给我滚出去！就是因为你，宁耿犯丧，害得我儿兴奋当天就离开了一家，逾期不回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滚！带走你的杂种，滚出我顾家！ 你这个扫把星，我儿刚回来，你是不是又想伤害他？给我滚！滚！你放心，家族聚会上我会跟他离婚。喂。 我受伤了，你可以来我家看我吗？我一个人好孤独啊。受伤？啊，地址我发你手机了，你可一定要来。好。你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韩婷。木木。木木。 你要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都知道了。木木，不，韩婷，木木，不，韩婷，许木木，你这个顾太太的位置，我坐得定。木木，木木，木木，你听我解释。顾总，你们都结婚了，你还来招惹我，在你眼中我是什么随便的人吗？木木，你听我说。顾总。 你是有夫之妇，请你自重。嗯，其实我是想告诉你。喂，徐盼林家长不好了，您的孩子失踪了。失踪？家长，也就是说，徐盼林是他的孩子，而不是老公。别着急，我帮你找。好，我回家去看看。 顾总，说，这是调查的结果。这停在交班的烂尾楼。走。大哥，你没看到吗？姐姐，姐姐，你没看到这个孩子？ 爹爹，爹爹，他们怎么说？还没恢复呢。啊，那消息没恢复，要不玩两把？你他妈都快死了，还想着玩？依我看，不，你想玩个啥？ 顾总，快到了。嗯，感动我的人必须给我付出百倍代价。顾总，解决了，走。
老大，现在咋办？啥玩意儿？怎么跑啊？不用追了，他没伤害我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是太晚了，我妈应该要找我了，没打电话。喂，妈。婷婷，你真是吓死妈妈了！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妈妈过去接你回家。这是。喂，难道你才是？您肯定是我孩子的救命恩人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万一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你个贱人，居然冒充我的老婆！今天的晚宴，我势必要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先生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这边好登门感谢您。不爱，听说你明天要参加家族的宴会，宴会开始了，我会亲自带着您的儿子过来给某些人送一份大礼。许木木啊许木，凭什么你的人生比我好？凭什么所有人都那么爱你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老公，你想不想报复顾家？你想不想把顾汉庭踩在脚下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怎么，你有伙伴？我不仅有伴，我还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可以让我明天顺利成为真正的安宁国太。说来听听。明天是顾家家业，怎么能少得了顾太太呢？我是一定会去，而许木木那个贱人也在。我希望你能拿着亲子报告单求许木木复合。我靠，你这个女人好狠啊！我喜欢。刘特助，顾总，怎么了？给我调查一下那个女人，切记她的一举一动都得向我汇报。是。哦，还得是顾总。汉庭，好看吗？当然好看了，这可是我为你精心设计的裙子。我也很喜欢你给我精心设计的裙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顾汉庭，这身裙子是你当年给我设计的，这些年来我从它视如珍宝，如今我为你再穿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怎么还敢来？这女人就是个扫把星。韩林成婚那天去了英国，就再也没回来，一定是被他揍死。真晦气！哇，好好看！瞧，这红裙上面的珍珠闪闪发光，比许木木身上那条不知道高级多少。那肯定，扫把星怎么可能有钱买这么多好看的裙子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有你这裙子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可是我老公霍寒庭亲自给我定制的。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，啊！那条晚安裙，我这边给你镶了许多的珍珠，肯定比真品还好看。你就等着在家族宴会上成为最闪亮的女主角吧。嗯，好。许木木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次顾寒庭是注定是我的，我要成为有钱人的阔太太，摆脱那个死变态。不可能，顾总怎么可能是顾寒庭？绝对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，你一定在骗我。顾总如果不是顾寒庭的话，那我为什么能来参加家族宴？为什么我的裙子跟你的裙子是一样的呢？是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顾寒庭，你十多年没有回，这一回来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那么我这些年的苦等在你眼中到底算什么？我终于有这个扫把星的好戏看了，别说是顾寒庭了，就算是我倒贴我都不要。那是肯定，谁把扫把星娶回家谁就倒一辈子大霉。我想顾总回来肯定也是跟他离婚的。
那当然了，张小姐那么好看，是我，我也选张小姐。顾寒庭，我恨你！木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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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你在这儿啊，木木，木木，求求你，木木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，木木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天哪！好在顾总今天要和徐木木离婚，要不然让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当了顾夫人，顾氏集团的资产怕是要被她败光啊！还是顾总聪明。木木，虽然我已经破产，但是我会努力的，我会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木木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跟你不熟。木木，木木，我是真的喜欢你呀、啊，我是真的爱你呀、啊，我的世界里边不能有你呀、啊，木木。虽然我现在已经破产了，但是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还是说，你之前说过爱我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，对吗？你再乱说，那我就……你这怎么样？就让我身败名裂是吧？许木，才知道你是如此的蛇心血肠啊！我跟你好了十多年，我对你不薄吧？我给你买跑车，我给你买别墅，你想要的我通通都买给你。可你呢？看到我落魄了，就假装不认识我，想要甩了我。许木。你的心可真是狠啊！哎呀，王总，你刚刚口口声声说你和木木在一起十几年，那证据呢？证据，证据在这儿，这就是亲子鉴定。哦，他的孩子是我的。许木木，你就是个贱人，用贱人都是夸奖他了。他这种货色，如果丢在以前的社会，死上一万遍都不足惜啊！老女，呸！真脏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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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俩一唱一和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要不要给你俩颁个奖啊？许木木，我跟你闺蜜多年，我肯定是向着你的呀。我刚刚王总那一番话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不要脸的货色！明明自己有老公，还在外面勾搭别人，你可真是个骨碌精啊！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当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因为你不配做我的闺蜜！你竟然打我！我打的是你吗？我打的是苍蝇，你是苍蝇吗？你！徐木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竟敢打我未来儿媳妇！妈，徐木木，快跟我跪下，给我未来儿媳妇磕头道歉！不可能，我再说一遍，给我儿媳磕头道歉！老太太，您是长辈。我不跟您计较，但苍蝇恶心我，要我给苍蝇道歉。下辈子，妈，他说我是苍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个徐木，你不以自己为耻，到现在你还辱骂我的儿媳妇。如果我今天不给你个教训，我顾家颜面何存？来人，把这小贱人的腿打断一只，这就是不守妇道的下场。徐木，想跟我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我看谁敢动我妈！妈，没事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我。而且，我已经找到我爸爸了。爸爸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他怎么还活着？一群废物，连你的孩子都看不好。妈，这孩子其实是婷婷。都长这么大了，快过来，让奶奶好好的看看你。妈，他其实不是你的保温大孙子，他是王总的孩子。你看他们俩眼睛多像啊。可是，顾老太太，这个孩子就是我跟木木生的呀。来，把我抱过来。你胡说！木木，这个时候咱就不用再隐瞒了吧？顾老太太都一把年纪了。我们这么做对得起自己良心吗？老太，我对不起您啊！我跟您说实话吧，许盼婷，他就是我的私生子啊！
闭嘴吧你！根本就不认识你，而且我只有顾寒婷一个爸爸。姑奶奶，你养育了我爸爸，我尊称您一声姑奶奶，但是您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去听信那些流言蜚语，去怀疑我妈。我还记得我5岁的时候，你把我和我妈赶出顾家，让我们四处流浪。婷婷，这件事情。 不必跟他们说，必须要说。姑奶奶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妈没有见过，而且，要是有别人侮辱顾家，我妈一样会站出来维护顾家，维护您。每次我问妈妈，我说为什么顾家这么对你，你还要依然帮助顾家，我妈跟我说，奶奶、爸爸都是顾家的人，都是亲人。 来来来来也是，小屁孩，你少在那胡说八道！我看你们就是贪图顾家财产才这么说的。妈，妈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了。现在赶紧把这对母子给赶出去！你们都得听我的，现在立刻马上把这对母子给我赶出去！ 赶紧上！大婶呢？上啊！是我老婆，谁敢碰她？爸，二姐，做得好！韩婷，你带的这些人是？老太太，饶命啊！对不起，老命，我错了。当年我算卦说你儿媳妇天煞孤星。 这福哥全家那都是假的，我为了赚钱都编造的谎言。老太太，我真的错了，原谅我吧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错了。没想到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居然被你这个骗子骗了。老太太，我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放了我吧，饶我的命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们可怎么活呀？老太太，饶命啊！你为了挣那点。 肮脏的钱，害得我赶着我儿媳让我的宝贝孙子流落在外十几年，原谅我！不可能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打断了他一条腿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！这就是欺骗我的代价！韩婷，韩婷，你听我说啊！ 其实那个男人跟你老婆也有一腿，被劫还被我撞见了。不信，闭嘴！没人比我更清楚我老婆的为人，只有你张小月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诸位，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揭穿这两人的丑恶嘴脸。 没想到这些人心思这么歹毒啊！是啊，害得我们差点把许嬷嬷赶出去。心真脏，他们俩怎么还要去死？你我看死了都便宜他们俩，就应该牵的旺旺，折磨死他们。顾总，没有，顾总，没有，顾总，顾总，这些都是误会啊，都是误会啊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，是他，是他指使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没有，是他。 是他，是他，他多年前他就喜欢许嬷嬷，然后他还给了那个叫顾骗子一笔钱，让顾老夫人误会嬷嬷，没有我的事。嬷嬷，你住口！你冤枉我！你冤枉我住口！你住口！你冤枉我！你住口！都是你干的！来人了！冤枉我！你捏造的人渣！出去！给我住口！你闭嘴吧！ 顾总，顾总，我都要求你，顾总，我不是耽误了呀，顾总。回来了，顾安婷，这是离婚协议书。为什么？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，对你也好，对我也好。不，嬷嬷。 我不能和你离婚，我不能离开你和儿子，死也不可能。顾安婷，放开我，别让我恨你。
我去追我妈，请来看你了。儿子，妈妈知道你难受，是吧？就不要再劝我，我是不会和孟母离婚的。就算我死也不可能，死了这条心。妈不是叫你离婚。妈，您是？我是说，你赶快追上去，解释清楚。唉，都怪妈太容易相信人了，让我的儿媳妇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 儿子，你赶快呀，追上去。好，你一定要等着我。看到照片没有？我儿子在英国已经找到新的儿媳妇，你快给我滚出顾家。哎呀，今天是好日子！ 娘，嫁了那天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听婆婆的话，一定要做好儿媳妇儿、好媳妇儿，妈妈就不陪你了。王安婷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你让我苦苦等了18年，到最后却背叛了我，我在你眼里究竟算什么？妈，其实爸根本没有背叛你，他在英国根本没有别的女人，那些照片很明显是有人陷害他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看这照片颜色，它一点也不自然。 很明显是有人动了手脚，真的，我竟然没有看出来，原来我真的是错怪他了。妈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爸的心里自始至终一直都是你。老婆，你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了，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，老婆。 你不是说我在外边有其他的女人吗？我发誓，如果我有别的女人，我出门被车撞死。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那我们就不要离婚了，好不好？以后看你的表现吧。这豪宅也太大了，跟我那小黑屋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 儿子，这些年是爸爸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妈妈。要是我早点回来，就不会这样了。韩婷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是啊，爸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所以你也不用那么自责了。儿子，爸爸不在这些年，你有恨过爸爸？徐盼婷，你就是有娘生没爹疼的杂种，说不定你妈还是见不得光的小三。没错没错，没爹的孩子。 就是一个杂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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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盼婷就是一个杂种。我当然恨，你抛弃了我十几年，害得我被同学欺负，被同学嘲笑，我能不恨吗？儿子，爸，你先听我说完。这些年，最辛苦的还是我妈，我最心疼的还是我妈。 听听，我妈为了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，为了让我上最好的学校，她发了疯的打工，一天打3份工。老板，自己有啥活可以干吗？我都可以干。你不要命了？你就是干2份工了，在家会累死的，你知道不？不累，我一点都不累。为了给我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干什么活了不累？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生病，炎热酷暑，我妈背着我。 一口气跑到医院，那个时候，妈妈，我好难受啊！快到医院了，我心疼你，好想替他承担一切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太小，我除了会帮倒忙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
儿子。儿子，岳丈，他可是你爸。我知道他是我爸。顾寒庭，不管你在英国有多大的能耐，不管你在英国有多大的权贵，但是你让我妈受到一点委屈，我顾寒庭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让木木受到任何委屈，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学校还有课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今天不是？我要迟到了，老爸老妈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个孩子。默默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只要你以后对我好，对儿子好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张小玉，你给我做梦，让你背叛我，让你背叛我。如果你背叛老子，打死哪个贱货！王志飞，你够了啊！你不也背叛我了吗？你不也把所有的锅都往我身上吗？好啊，还他妈学会顶嘴了是吧？今天我打死你，我就打死你！打呀，打呀！你有本事打死我！倘若你把我打死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！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快点说，要不然老子一会儿还打你！老公。我有个计划，我有个计划，我们可以先要挟许盼婷，然后再狠狠讹顾家一笔，最后我们远走高飞啊！那倒是个好主意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？老婆，还是你聪明啊！老公，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？算了，还是我自个儿去吧。就你这笨手笨脚，去了也是给我添乱。老公，但愿你还能活着回来。你最爱的玫瑰粥来了，你尝尝是不是以前的味道？嗯。嗯，真的，还是从前的味道。那我以后啊，就天天给你做，弥补这些年我不在区域吃的每一顿。顾总，大事不好了，我老公疯了，他要绑架您的儿子。顾总，您快过去阻止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儿子在哪？我老公去学校了，顾总，你一定要尽快赶来啊！韩婷，是不是婷婷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现在去接婷婷回家。我要一起去。你就别去了。在家好好休息，一切都有我。哎，我的包，抓小偷！站住！许盼婷，你今天跑不掉。想当弟兄们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让那个小子再次跑路，把他的腿现在就给我打折了。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，看看谁敢动我儿子，谁敢动我儿子。别过来！你们都别过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他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坏人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志飞，你是要把自己逼到绝路吧？别过来啊！你们都别过来！我说了别过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他！好，我不过来。顾寒庭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你给逼的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
我要毁了你全家，只有这样才算公平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不如这样，我给你100万，你把我儿子放了。100万？顾寒庭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那你想要多少？开个价吧。顾总，我想要的很多，我要你整个顾氏集团。我要你整个顾氏集团。王志飞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，你狮子大开口要整个集团啊你。你现在还有两个选择，要把你顾氏集团放到我的名下，要就眼睁睁的看着你儿子死。顾总，我倒很想知道，在你眼里边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，还是你公司的钱重要。爸，你不能给他，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！你不会得到这个公司的，永远都不会。顾总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吗？那可就对不起了。哎呦，谁说我是？就是公司嘛，给你就是了。好，痛快！限你10分钟以内，派人赶紧把合同送来，要不然你儿子现在就没命。爸，都是我害的你，都是我害的你。儿子，别哭，这不怪你，他不就是想要公司吗？我给他就是。快点！啊！王小绿竟然敢背叛我！敢背叛我！老公，我没有背叛你，我这是在帮你啊。这个臭女人，这个臭女人，你好狠毒啊！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老公，你不要执迷不悟了，老公。你让我跳火坑，去过来装好人，假装救顾子，你无非就是想让顾总可怜你罢了。你真是好算计，你可真是好设计呀、啊！你，张小鱼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这个女人她绝对是蛇蝎心肠啊！你不能相信她，你不能。顾总，哎哎，顾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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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和小少爷没事吧？我老公他刚刚那样，我，收起你那虚伪的嘴脸。顾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顾总，你这是在怀疑我？我刚可是豁出命去救你儿子的，你不能怀疑我呀！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。你让你的老公来当坏人，那你来冒充好人，因此可以得到我的感激。你妄图我原谅你吗？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我只是单纯想救你啊！同时，我想让你救我老公，让他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顾总。就算是冤枉了，那也没有用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我老婆的人。儿子，你走吧。顾总，怎么办？没想到顾寒林这么精明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人豁出去。顾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好歹救了你儿子的命，我求求你，别让顾氏集团拉黑我！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顾总，顾总，我保证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对夫人那样了。我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！你该求的人不是我，你应该给木木道歉。我已经对你狠心慈手了，我这早就把你抓了。快滚吧！顾寒庭，老娘都那样求你，你还是要对我赶尽杀绝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顾寒庭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你儿子的命还给我。快闪开！爸，爸，你不会有事吧？你别吓我吧。没事就好。不是我。来人，救救我爸！快来人，
救救我吧，爸！可是我该死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信号啊？感觉懵懵的。不会寒天出事了吧？喂，刘德柱，怎么了？夫人，顾总，顾总那出事了，现在医院抢救呢。你说什么？医生，你就是伤者家属吧？嗯，很抱歉啊，伤者因为流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。你这边解完顺便吧。我胃疼，他没那么严，怎么可能昏死？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，他负担命大，他不会死的，我求你不要放弃他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你先起来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现在死者已经断气了。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没有办法再抢救过来。你这边还是去停尸间准备后事吧。顾寒亭，我等了你十几年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现在又离开我了，你不是说好？要跟我处一辈子没卫生的了，老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是韩晴。老婆，对你真好。木木，咱们儿子到底行不行啊？被厨房给炸了吧？放心，不会炸了的。不过他这饭呀，有点难吃。老婆，老婆，别看我，来尝尝儿子的厨艺。嗯。儿子，妈妈觉得你做饭很好吃，但咱们下次。别做了，好吧？哦，老爸，我想着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想给你们做顿饭。看样子你们是不太喜欢。喜欢，喜欢，这不怕累着我儿子吗？好甜，好咸呐！哎，儿子，手艺不错，特别好吃。来，老婆，你也尝尝。嗯嗯嗯。嗯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吗？我也想尝。哎，这是儿子你第一次给我做的菜，我一个人能吃完。顾寒亭，什么叫你儿子给你做的菜？儿子也是给我做的，不行，我也要吃。嗯，不行不行，当然不行，就是不行，不让啊。不行，我要吃。嗯，我常常做一个梦，梦见财神爷要我许愿，他能帮我实现愿望。结果我许了两个愿望，第一个。是希望爸爸妈妈永远陪在我身边。第二个愿望是，我希望看完短剧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所有愿望都能够实现。